啊，刚才听说那个小凤来了，怎么样，像不像他们说的那个当年的五朵金花？像五朵金花他妈。那性格呢，像不像他们说的那个温柔的小绵羊？小绵羊整个一母老虎。你还听他们说什么了？啊，我听说他是装修公司的老总，我觉得呢，你可以把他拿下，拿下之后，咱们家就可以重新装修了。臭小子，你脑子里都想什么呢？以后不许打我的头，不对，最好别打我。我就打你，还要打你的头，怎么样？再想来一下，啊、出去、啊！他怎么有这么个没心没肺的儿子呀？愁死我！爸爸，他们说我会有一个新妈妈是吗？你也出去吧。哎呀，我的个生呀！哎呀，看来他对那个小凤根本就不感兴趣。张可心，加油！这样的话，咱就是网上第一家销售箱包的店了。据目前的销量来看，全球走向您的全球箱包市场，明白了吗？陆怪虎，三大娘听明白了，三大娘决定跟你一起创业。耶、万岁！小凤她吧，她这个变化是有点儿，这我印象中她以前她是那个亭亭玉立的，说话呢细声细气的，可现在她。你是不是嫌人家年龄大了？没，我不是这意思，我是觉得他太忙了，因为我们总共没说两句话，一下子接了仨电话呢。嗨，一个女人干着那么一大摊子事儿不容易，咱得理解人家。不，我理解，我特理解，我觉得他吧特能干啊，特有本事。我要是他呢，我肯定干不到那么大的规模啊。其实我是觉得他就太忙了，没时间照顾孩子。你想找个照顾家的？啊，对，其实吧，那个您看，我现在我就这么忙了，我再找一这样的，您说这孩子谁照顾啊？是吧？其实吧，我想找一个，哎，实话跟您说了吧，我其实找对象啊也没什么特殊要求，他只要是那个贤惠善良是吧，踏实能干啊，能洗衣服能做饭是吧，那个能照顾孩子就行。我明白了，谢谢苏奶理解我哈。咱身边啊就有个现成的。有谁啊？你三嫂子啊！哎呀，祖奶奶是乱点鸳鸯谱。善良、贤惠、踏实、能干，又会洗衣裳，又会做饭，还有能照顾孩子，这不正合适吗？那说的还真是我哈，就是你呗。哎，要说呀，你早就该找个男人了。你可别跟我说看不起大鹏子。没有，不是。什么呀？啥呀？哼哼唧唧的。啊？人心里有人了呀，祖奶奶！哎呦，你有这个小心思，
你还瞒着我呢？哎呦，谁呀？你心里有人家，人家心里有你吗？这事儿啊，得两厢情愿才行呢。现在到了您考验您智慧的时候了吧？到了考验您应变能力的时候了吧？你臭小子，你还知道躲了你？偷听了吧又？爸，哎呀，这条件呢是你自己说的。哎呀，这三大娘呢又正好符合这条件，所以呀，这媳妇儿是您自己选的。嘿嘿。怪虎啊，哎，你现在符合了挨打的条件了，你臭小子！哎，大汉汉哥，进来进来进来，快进来！怪虎，快点快点快点，快进来，跟我们说个事儿吧。来，别胡说八道啊！告诉你吧，祖奶奶已经把三大娘许配给我爸了。怪虎，嘿嘿嘿嘿嘿，爸。以后啊，咱们就是一家人了。以后啊，你们的妈妈就是我的妈妈，我爸爸呢就是你们的爸爸。皮痒痒了是不是啊？你是皮痒痒了吗？爹，你不能打弟弟。你们俩叫我啥？爹啊！爹啊！哎呦，我的个天啊！娘，俺想问问你啥时候嫁给大鹏叔当媳妇儿？啊，切！哦，大鹏叔不要咱娘。哦，瞎说什么呀？啊，我说嘛，咱娘这么好，大鹏叔不会不要咱娘的。那咱做了他儿子，咱也是城里人，到时候咱天天坐公交吃啃啄鸡。嗯嗯。乖虎说了嘛，那个叫啃他鸡，啃啄鸡，他鸡，啃啄鸡，啃他鸡，啃个屁！就你们俩缺心眼儿，要真进了城，连公共汽车都挤不上去。我们不坐公共汽车，我们走着去。嗯，走。哎，哪儿去啊？我们要进城了。跟有才他们告个别呀！哎，傻儿子哎，谁说妈妈我要进城啊？啊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？你刚才说要跟谁告别？有才啊，有才。上他们家去。啊。行，去吧。顺子叔，哦，顺子叔，嗯，找有才玩来了？不是，我们是来跟您和有才道别的。啊，道别？道什么别？俺们要进城了。哦，进城好啊。嗯，走几天？我们去了就不回来了。嗯，什么意思？俺娘要给大鹏叔当媳妇儿了，以后大鹏叔就是俺们的爹。这事不能胡说啊！没胡说，是祖奶奶把俺娘许配给大鹏叔的。嗯，那你娘知道吗？知道啊，就是俺娘让俺们来跟你们道别的呀。嗯。顺子叔，这是俺俩在后山采的新茶，您留着喝吧。嗯，顺子叔，拿着。有才，有才，有才。喂，喂，喂，听得见吗？喂，喂。喂，啊，听见了，听见了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对，我就是网上卖香包那家店。啊，对对对对对。
对对对，啊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嗯，您要几个香包啊？两个。哦，行行行行行，两个是吧？不过我们现在这没有货了，您得预定。我大概一个星期后吧，给您发货。啊？等不了？哎呀，我这已经是最快了，您后边还有好多人呢。啊？别不买呀！别去，别去，别去！那三天行吗？三天总行了吧？哎呦，两天极限了！喂，喂，喂，喂！哎呦，又损失了一个客户！哎呦，我马上下来。你说他最近在忙什么呀？谁知道他忙什么呢？哎呀，刚开张就没货，气死我了！我的亲们呀，可怜可怜我吧！哎，停下，停下，停下！你刚才说什么开张？还有什么亲们？啊，嗯，我没跟你们说呀。没。我在网上开了一家店，就是专门卖咱这个大福村的那个特产香包。不过刚开业又没有货了。你看，第一批被我好朋友给抢走了，第二批被我好朋友的好朋友给抢走了，第三批我好朋友的好朋友的好朋友的想要，没货了。啊，你把香包全卖你好朋友了？嗯，生意可火爆了。哎，那我家还有两个。收吗？收，可是就两个也不够啊。我现在缺二十几个香包。哎，香包好办，好办，好吧，你给我办一个。不过你得求我。啊，这也好办。亲爱的玉桃同学，我现在郑重其事的，亲切的、热切的恳求您帮帮我吧。这个嘛……哎呀，等生意做红火了，给你分红。好吧，我帮你。你算我一个，我也会做。好吧，不过你们每天做多少个？明天这个时候。我给你五个，我也是。好，一言为定。谢谢你们，亲。哎呀！哎，那个亲们到底是什么？啊，网络用语，就是像亲人一样的朋友。哦，亲人，明儿见，亲。别忘了，明天五个五个啊！啊，知道了。有才，五个。玉桃，五个，还差十个，已经成功一大半了。我的企业。就将从这里迈向全世界。哎，把企业家先留个影。啊！哎呦！顺子说：“你吓死我了！你呀，我来的时候能不能跟我说一声啊？”啊，好，我下次来我告诉你啊。我就是，乖虎，我来了，好吧？哎别，你这更吓人。对，你坐下，我问你点事儿。哎，乖虎，你爸跟你三大娘的事你知道不？知道啊。这个事儿，哎，那你爸是咋想的？他咋想的？他爱怎么想就怎么想。反正祖奶奶说话在他那就是圣旨，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听。
哎，那你三大娘是咋想的？她咋想的？咦，她还真没告诉我，我给你问问。哎，就回来回来。那你就真愿意你三大娘给你当妈？我当然不愿意了，我的亲妈是我的亲妈，我有。虽然说跟我爸离婚了，但是我只认他这一个。好孩子，那我就知道你懂事儿，是吧？哎，不过我是这么想的啊，我的亲妈跟我爸找老婆一点关系也没有。哎，别别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的亲妈的是我的亲妈的，还是我的亲妈？我爸的老婆的是我爸的老婆的，还是我爸的老婆？这就扯不上关系，所以我无权干涉。哎，你，哎，顺子叔，你还别说，祖奶奶这眼光啊，还真是不错。你说三大娘，又贤惠又能干，还特别温柔，还能做饭。我爸要是娶了她呀，后半辈子可就享清福喽。又不用干活了，还能吃到美味的农家饭，既健康又环保。顺子叔，顺子叔，嘿，现在这顺子叔可真神了，还来无影去无踪，走路就像一阵风。走，大琪姐。啊！哎呦，你们怎么都有这毛病啊？哎，可是阿姨，我还没用完呢。哎，你再借我用用。哎，借我用用。您怎么不进去啊？啊！不，我刚那出来，你们干什么来了？给怪物送香包啊！啊！哦，那行，去吧。哎，顺子叔，你要不要也进去看看，看看我们在网上的香包店？啊！不要，我不看，那我也看不懂啊。去，你们去。啊，那我们去了啊。顺子叔，再见。再见。再见。我觉得你今天有事儿似的。任务呀，嘿，好好好，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，你们昨天做的香包，在今天上午已经发出去了，我估计现在都已经到城里了。真的？嗯，我都还没进过城，我的香包就全都进城了？那多好了，到时候城里满大街都是你做的香包，你一进城你就跟他们说那些香包都是我做的，多牛啊！听你这么说，是挺牛的哈。别牛不牛了，你们看这个，第二批订单已经到了，一共40个。按照这种速度推算的话，下一批就应该是50个，再下一批就应该是60个。然后我要招更多的人，开一家工厂，然后再开一家驱蚊香包连锁店，然后咱们的香包就可以冲出亚洲，走向全世界。哇，
快活。听你这么一说，我好像跟飘起来了似的。我要漂洋过海，漂出亚洲，漂呀漂漂漂漂。你先漂出大福村再说吧。这个邮差太磨叽了，不就是送个箱包吗？还不出来。我要是真的能飘出去那就好了。你先飘出大福村再说。做好的箱包已经给乖虎送过去了，他说让你再多做点。嗯，你们到有才家村长在不在呀？嗯，村长没让你们带什么话给娘吗？嗯，你说这城里人也真逗啊，这么喜欢咱这儿的箱包。那以后娘进了城，让娘在城里做箱包。村长真没让你们带什么话给我吗？没有。哎，哥，嗯，听说城里都开汽车，说家家户户都开车上班。那咱进城以后，等娘做了箱包换了钱，咱也买辆小汽车。那以后娘到哪，咱就开车把她送到哪。小汽车。谁说要进城了？瞎乱说。嗯，娘，那咋又不进城了？哦，你们到村口拿大喇叭喊去。嗯。大憨二憨，大憨二憨，赶紧回屋把行李收拾出来，别明天早晨走的时候又忘了带这个，忘了带那个。快去！村长来了，进来吧。你真的要跟大鹏子进城？啊！大憨二憨不是都告诉你了吗？你没听见啊？我是想知道你到底咋想的。哎呀，我能咋想啊？哎，祖奶奶吧，老让我给大憨二憨找个爹，人大鹏子呢又愿意。再说了，也没人拦着我，我有什么不愿意的呀？你干啥？能不能不走？不能。我好不容易给孩子找个爹，人家也不嫌弃，我也算自己后半生有个交代。那不能这么交代。那怎么交代啊？这么多年，我一个人带俩孩子，每年到收稻子时候，连给我扛麻袋的男人都没有，这算交代啊？你到底要说什么呀？我给你扛，我给你扛麻袋，我给你劈柴火，我给你干重活，我给你当爹。哎呀！不是，是给大汉还当爹，行不？行。回吧。那你也早点歇着。明天早点过来啊，我包饺子给你跟有才吃，把有才也叫来。
啊。嗯。行了，回吧。嗯，那我就真走了。嗯。怎么还不走啊？我再看看你。有啥好看的？都老了。真是，都有白头发了。嗯，来来，我给你拔了。来，喂喂喂，那个信号不好，好，那我出去点。好，大鹏啊，大鹏子回来了。啊，那打电话呢。哎呀，大鹏是自家人，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大鹏子，哎，那个。大鹏子顺子决定当大憨二憨的爹了。哎呦，太好了，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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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。哎，这臭小子，哎，让你围攻我，让你围，我让你围，你快活你干什么呢？这是，哎呀，爸，这全是蚊子。是，怎么这么多蚊子呀？不是，这些驱蚊香包怎么都不管用啊？是啊，怎么这么多蚊子呀？啊，这都是你们做的呀？嗯嗯，傻孩子，这不是天竺草，这是臭虫草。哎呀，臭虫草招蚊虫，不驱蚊啊。嗯，我都你看看，那怎么办呀？我那些货都已经发出去了。三大娘终于有情人终成眷属了，可张可心现在怎么样了呢？看看，张可心，加油！从现在开始，从一点一滴做起，要让他慢慢的感觉到，在他身边最适合的人就是我了。张可心，哎，服了又啊！我这么大烟进来干什么？出去！不是，三嫂子，外面就看你这屋全是烟，这弄得跟那个电影那个虎口脱险的那土耳其浴室似的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！你们不是要回城了吗？我这给你们熏块肉带回去。哎呀，不用了，三嫂子，别忙活了啊！这些东西那城里边也能买得着啊。城里边那肉怎么能跟我这肉比啊？你们城里的肉啊，都是吃瘦肉精养大的，我这肉是吃草吃粮散养的。这猪肉好吃，你吃了你就知道了啊。嫂子，那吃啥它也不能变成神肉啊。哎呀，等会儿我帮你干吧。不用不用，你快回去吧。没事儿，我帮你。嫂子，嫂子，哎，三嫂子，哎，三嫂，你，哎，可心，张可心，三嫂子，哎，稍等，稍等，好，哎，好，小心点，哎，哎呀，怎么样，三嫂子啊？哎呀，给我水。好，可心，水。好，哎，咱们坐起来啊，来，哎，哎，来，来了，来了，来。慢点啊！怎么了，三嫂子？啊，毛巾。哦，可心，毛巾。好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哎，好了，好了。哎，三嫂子。哎呀，好点吧，三嫂子啊。头疼，头疼，那怎么办呀？你是不是刚才磕到哪儿了呀？要不然咱去医院啊，去拍个片子。别，去，给我拿片菜叶来就行了。哦，可心，菜叶。好。好好好好啊，好。菜叶。菜叶。哎，太小了。哦，可心，小一点。换。哦。啊。
给我吧，我给你拿着啊。这个行吗？行吗？行。好。行。哎，哎，好嘞。哎呀，躺会儿，躺会儿。哎，好，躺会儿，躺会儿。哎呀。陆总，三嫂子，这到底是怎么了呀？哎呦，三嫂子不是知道咱们快走了吗？她想给咱们呀带回城里些吃的。刚才她在厨房里边那做熏肉呢，那厨房里边又热又闷的，你说做熏肉弄得满屋子都是油烟，这不就缺氧了？哎呀，哎哎，三嫂子，你又要干什么？哎，到点了。我要去做饭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你都这样了，好好歇歇吧啊！谢谢谢谢。哎呀，放心吧，有可心的，可心去。好。哎，陆总，这个真不行。嗯，我做饭的水平你们是了解的。嗯，要不然煮方便面或者炒鸡蛋，我只会这两样。哎哎，走走走，方便面不行。哎呦，行了，你就躺着先吧。可心啊，你照顾三嫂子。哦，那饭我做。啊？嘿嘿嘿，哎，嗯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叔疼你了吗？不是，我好像隐约听到有人伤害我的同类。你是说有人伤害您？我得去看看。等等等等等等，好像又不是我的同类，好像是你的同类。我的？哎呀，这几天注定是不平凡的日子呀。开饭了，开饭了啊！快来，开饭喽，快来喽！哎，哟，喂，大鹏哥，这手怎么了？啊，刚才那，你切菜的时候，这滑了去。哎呦，可小心呐！啊，没事没事，轻声，坐坐。反正还是头一回吃大鹏叔做的饭。哎呀，娘娘说大鹏叔没做过饭呢。啊，我以前做过凉菜的。啊，哎呦，再说了，没骑过马，还没见过驴啊。好，天天看你妈做饭，我会有。
多少快点。来，放开放了。哎，走吧。哎，快来，太好了，吃吃吃吃。啊，好点呗。吃吧，啊，吃吧。三大娘，这馒头你怎么给做成这样了？喂，老爸，我做。哎呦，爸，你瞧我这记性。忘了忘了，有才呀、啊！他说顺子叔找我有事儿。我先去了。哎哎，关虎是吃饭呢。哎呀，不用了，不用找我了，我在顺子叔家有事啊。这孩子。来，咱们吃吧。大鹏叔真不一般，做的菜也不一般，都一个色儿，黑乎乎的。哎，说就行了。难得统一嘛。不是他那个灶火呀，使得不顺手，搞不好火候。再说了，我这不清凉不下火线了。我先替你尝尝菜，咸不咸？哎，娘，我替你尝尝熟没熟？熟，我这估摸着肯定是熟了。熟是熟了，你看熟了，就是咸了点。这是馒头还是石头？简直就是凶器嘛！啊，怎么有刺儿啊？二汉，不可能啊！这白菜里边怎么可能有刺儿呢？而且这我都洗过了，锅我也刷。可能是我那个刷锅的时候，笤帚梗没冲干净。还真有刺儿。干了一上午活，你还不给顿好饭吃？俺可不想吃刺儿。娘，俺饿，俺也饿。要不然我去找货郎那儿买点吃的吧。快去吧。行了行了。啊啊！哎呀，哎，费那个钱呢？啊，还是我去吧。哎呦，你可慢着呀。娘，我帮你。哎呦，慢着。哎，苏奶奶。苏奶奶，我这。奶奶，你，我，哎呀，那我，你说，哎呀，本来想着就回了村之后吧，哎呀，都是三嫂给做饭，我今天想给大家也做顿像样的饭吃。哎，看来我是没这能力了。哎呀，陆总，你别灰心啊，你的能力啊不在这个做饭上，你还有更大的作为呢。行了，别安慰我了。哼，在这儿你说能有什么更大的作为是我能干的？陆总，你别这么说嘛，我懂你的，你呀一直想为大福村的百姓们做点更实际的事情。那你说这个？什么是能够立竿见影的？那个做饭咱们是不行的了。哎，不过咱们可以改善一下他们的做饭工具或者做饭环境啊。哎，陆总，我吧有一个不太成熟的想法。哎，打住！啊，你出主意就跟我做饭一样，都不靠谱。你最好你想成熟了再跟我说，好吧？哎呀，我可以先说出来，咱们一起讨论嘛。你看啊，那个三嫂子呢，天天在那厨房烧柴火做饭，那里面又闷又热，她要是再晕过去，也不是没有可能啊。所以呢，我们其实可以给她买个电磁炉和电饭煲，这样呢，以后她在厨房里就没烟了，就不热了，说不定就不会再晕过去了。好主意呀！你不光是只会出馊主意吗？谢谢陆总夸奖。喂，
哎，大鹏子，哎，你这折腾什么呢？哎，孙大娘来了，看看啊，这些东西呢都是我要送给乡亲们的，怎么样？以后咱村的那些土灶都可以拆了。是，把土灶拆了，你喝西北风去啊？哎呦，哪儿那么多西北风让你喝呀？看见没有啊？这个叫电饭煲，煲汤、做饭、熬粥，样样都行。哎，大鹏子，哎，啊，这个是电磁炉啊，专门做菜用的。哎呦，这玩意儿，这得花多少钱？这个，这就能炒菜做饭啊？城里人都用这个啊？大鹏，哎，这得不少钱吧？哎，没事，不贵。俺也不用这个，这烧柴做饭挺好。哎呀，我可宣布啊，我这些可都是免费的啊，每家都有。要是有人不想要就算了啊。免费的？哎，大鹏子啊，你这真不要钱啊？不要。那爱来套。行。哎，等会儿，乡亲们，乡亲，我可听说啊，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。你以为都像你啊，劳动县便宜货来糊弄我们，完了老总找后账，是吧？啊，就是。哎，乡亲们。村长在啊，我表个态，我绝不收一分钱。这是我陆大鹏在离开咱们村子之前啊，送给大家的一份礼物。那我就替大家伙儿谢谢大鹏了。不用客气。那个，待会儿大家伙儿跟我一块儿，咱们到村委会，咱们登记一下，把这些就发下去了。是。别客气，别客气。幽默的爸爸，机灵的娃娃。